你好，最近参加了一个这个研讨班，工作坊吧，我的教练让我们测试我们这个人格测试类型，然后我测出来是类型九，是和平者、调节者，然后跟看的这个有三个人吧，小多利特，还有这个简贝内特，这个是傲慢与偏见中的这个人物，还有这个魔戒中的弗罗多巴金斯，我觉得这几个人我都很喜欢他们的性格。然后下面是这个概述，说这个类型的人是愉快、和平、自然和谦虚的人，对人没有任何要求，这几乎让他们看来好像没有什么自我一样。而说的也很对，也很对，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他们心胸开阔、安详而有耐心，他们的动机是需要保持其和平的心态，讨厌冲突，这点非常的对。他们渴望联合、和谐、无条件的爱，并能与他们大多数的人相处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他们往往希望让事情保持原样，而那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宽容，接受别人的原样。他们不喜欢宣传自己，宁愿被发现，也不愿意展示自己。他们有同情心，我非常的有同情心，非常善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。这类人的性格是他们更注意的是人跟人之间相似的地方，而不是差异。他们往往有能力成为非常好的调解人。我还没有做过调解的事情，应该努力向这个方面发展。然后就是逃避型的欲望，我就说得很准。这个类型的人呢，类型九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而且常常下意识地避免冲突。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对抗的场面或提出过多的要求，那是因为他们想避免失去平静的心态。他们避免一切形式的歧视，避免评判他人，这样可能让他们难以分清事情的优先次序。后面还有很多项啊，然后注意力和动机的中心呢，弱点和防御机制啊，和谐状态下呀，不平衡状态下等等，下一次再分享。